关智琳呢日为自家时装品牌出席秋冬系列发布会，芝芝就话近排中意匿喺屋企煲剧，韩剧、美剧都会睇下。哦，咁唔知芝芝会唔会都想偶尔接拍电视剧，过一下戏瘾咁咧？戏瘾啊，冇啊，我系检讨下，如果我以前点样做啦，咁而家人哋咁样做啦，或者我可唔可以咁样做啦？即系会咁样谂咯，但系唔会话好想拍戏咯，冇啊，吓，即系会想，哇！如果我代入咗呢个角色，咁我要点样演绎咧？咁样我会有咁，但系唔会话。衝動，我找哪個導演啦，我想拍戲啊，冇呢啲咯，唔會啦。提到聖誕節就快到啦，芝芝竟然話冇狼嘴約佢喎。啊，應該沒有了吧？應該沒有，應該都是跟一些熟的朋友，過聖誕啊，或者在家裡啊開 party 啊，這樣啊，不會出去了，應該。我好享受啲人唔逼嘅地方啊，即係個個都出曬埠去度假，咁我就可以喺香港。周圍逛啊，咁好舒服啊！聖誕其實香港嘅即係氣氛係好好嘅，咁啊所以我情願喺香港咯。以前我就成日同人哋一齊逼出去，但係出到去咧就見曬所有啲香港啲朋友，咁所以咧我覺得而家我就無謂啦，都係香港過節啦，就比較舒服啲咯。